Hello， 外国人，花生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控制车咧？冇玩过，关我咩事啊？最近嗰阵我好少出街，少嘅前度同食自助餐差唔多。今日难得出街，梗系要拍一下外景嘅嘢啦。今日我嚟到我婆婆屋企嗰度，发现咗一样好神奇嘅嘢。遥控车，我由细开始已经好想玩遥控车，但系一直都冇机会。今日我哋就一齐嚟试下啦！我哋开始啊 ，Let's go！ 遥控车 ，Open！ 好嘈啊！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开始试下玩呢架车啦。代步有一个遥控制，一粒掣、两粒掣，这个中间冇嘢嘅。一个开关掣啦，两个唔知咩掣，同埋呢个系前转，呢个前后啦。之后下面仲有一个脚踏同埋两个脚踏嘅。啊，唔好意思，系得一个脚踏嘅啫。唔通佢真系可以连 USB 嘅？我冇得试啊，今次唔好意思。我应该踩呢个掣咧，向前咧，咁我就应该去开车啦。我而家试下啦，开始。向后先都系向后先好啲，向后。大家见到呢个速度系非常之快嘅，呢架车啊应该系同光速差唔多噶。OK， 而家我哋开始啊，快啲转弯转弯。转唔到弯，等候。非常之快嘅反应。等候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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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候，前进。一身试过，向前啦，向前啦，向前啦！呀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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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冲啊向前，下啦，好快啊！好无聊啊！叹。这架车转弯是非常之困难。好无聊啊！问你有啲咩感想呢？这架车好似一个垃圾咁啊！喺度揸紧车，好，之后到你揸啦。一号行车出发，好慢啊！加油，兄弟！第一身试过。好快啊，差啲要撞啊！哈哈，我要追啊！我要向后行。OK， 以上就系遥控车。认真，你觉得其实点样呢？呢个好慢，完全一啲都唔好玩。系啊，其实都几慢嘅。如果快啲嘅话，其实都几好玩嘅。OK， 我哋今日嘅条片就嚟到呢度啦。记得 like 同埋订阅，同埋普通观众记得 share 俾啲通知，记得 follow 埋我 Instagram。好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垃圾车一啲超慢啊，超级慢啊！垃圾车啊！哇！你整咩嚟噶？点样开到啊？佢真系开到喎！